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吉他世界网站，我是舒佳明。今天呢，终于迎来了重头戏了啊，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，那么 Wind and Wong， 这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美式指弹的曲子。那么呢，今天我们选的是 Tommy Manuel 的版本。这个曲子呢，它很长，大概四分左右，分成了很多，我看啊 ，A 段、B 段，它有一个 A 段，那么三个 B 段来组成。所以说这个那么三个 B 段呢，它难度呢是递进的，那么最后一段呢是最难的，有很多连续快速的演奏的一些音阶。那么主旋律呢，其实我在第一堂课就讲了，那么主旋律其实还好，并不是很难，但是想把这首歌弹得很稳，很有感觉，其实非常难的。那么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首 Wind and Wong。Wind and Wong。 那么这首曲子大家听到了，那么它难点很多，那么主旋律呢，那么我以 A minor 开始，那么这首曲子是完全是以 A minor 泛生出来的一首曲子。那记住我们弹这个主旋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左手一定要保持这个 A minor 的和弦，那么尽量不要去改变，那么呢，然后用我们的尽量用我们的小指食指来弹这个主旋律，小指推弦。那么这个在滑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低音不进行的，那我们要一个 mid 的这个开放音。在第一个还是 B 段，第一个 B 段的时候啊，是 ，sorry，
这个呢是我们拇指一定要保持低音，这个不是做 boom check， 那么这只是做一个连续性的低音的一个进行。第三个 B 段也是最难的，我们它转成了 A 大调，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同主音大小调的转换，那它用到了这个技巧，也就是原调呢是 A 小调，那么转成了 A 大调，或者是原调呢是大调转成同主音的小调，那这叫同主音大小调的转换，这是一个乐理的概念。那么好，那么第三那个 B 段啊，转 A 大。注意这个快速的减七，下面这是一个布鲁斯的五声音阶，布鲁斯音阶。这是现在我们学到今天最难的一首曲子 Wind and Warm， 但是它也是最完整的一首曲子。中间呢有我们要讲的 Boom Check 的练习，那么也有快速连续的这种音阶的这种演奏，然后曲目也很长，那么需要大家手指能力也非常的强，所以说这个曲子呢是我们练习的第一个阶段。希望大家如果能过了这个阶段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手指能力达到一定的程度，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算是进入了传统美式指弹的一个门槛。所以说希望大家把这个曲子当成这一阶段的总结性的练习来去做。那么这个我有谱子给大家，那么有什么问题呢，大家可以跟我网上来交流。那么最后祝大家好好练习，那么尽量把这首曲子达到原版的效果。谢谢大家，下期我们再见，拜拜。